der, der am angenehmsten riecht, finde ich. Manchmal haben die tatsächlich so einen muffigen Geruch, aber der hat eigentlich echt einen angenehmen Geruch, ne? Leichte Honignote. Ja. Ja, nicht so ausgeprägt wie beim anderen, sowohl. Boah, hau so an. Ganz weinig war. Tschüss, Mann. Um ganz ein Ritter, Zigeuner, Yeti, Zuzing. Zuzing, Shisha, Mann. 它是你这么问我，我会说它是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饮料，酸甜可口。你问我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我会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名称很多，在很多不同的语言都有不同的说法。就比如在中国人，可能现在年轻人。 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做康普茶，可能更老一点的说法就叫海宝。为什么叫海宝呢？海宝就是浮在上面这个长得奇奇怪怪的菌膜。海宝最主要是代表着它的民间性，因为这个东西以前从它的历史来看，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菌体从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流传的。另外一个说法就叫红茶菌，红茶菌可能是我们父母那一代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其实最初或者是说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用茶水、茶糖水，从它的名字。 红茶菌就可以看出，它可能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拿茶来做。但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人以这个菌种来做很多不同的饮料。这个饮料是从哪里来的呢？红茶菌呢，其实是中国这边的，最初可能是中国这边的。 有文献指出，它起源在渤海地区这一块，也就是说，山东啊、辽宁啊、北京啊这一块，后来先到了韩国，再去了日本，再去俄罗斯，在俄罗斯其实变得很流行，再到欧洲，再到美国。 然后现在基本上，世界上各个地方都会有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发酵饮料，那发酵对，到底是什么？ 发酵是什么呢？发酵是一个自然界里的现象。如果说想知道发酵来自于哪里，那就说不清楚，因为发酵这种自然界里的。 化学反应到处都存在，它不但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发酵，其实是一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制作美味的一个工具吧。通过这些发酵的过程，可以保存。 某一些食材，而同时也是让它们变得更美味。其实我们现在当今社会里面所讨论的，其实是它的环保性，它可以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处理食物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很环保、很可持续的一个行为。是利用一些自然过程，而不反自然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习惯。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我以前的室友他，拿了他外婆的一个老缸，一个发酵坛子。以前可能是他外婆做酸菜还是酸黄瓜还是什么之类的，把这个老缸拿到我们家。 当时我对韩国辣白菜比较感兴趣，然后他也是，他刚好也是，
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尝试着做一下嘛。到后来发酵真的变成我，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活动吧。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其实是胃宝。胃宝。对，它强调的是它的医学上的作用。对。